好的，我们来看这一段，标题叫做 Hagan ha botany，botany 植物，这就是一个植物学的一个形容词吧，所以植物园 Hagan botany。你一会儿还会学到这个词儿的植物学那个名词性的版本。来看第一段，说universidad ha ibhit bihushalayim yeshgan botany gadol，在大学，然后 ha ibhit 希伯来，在希伯来大学，然后。庇护下来，你们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也是有干一个花园，说 botany，一个植物园，gadol，一个大大的植物园。bagan hazeh yesh tzemachim harbim mikol haolam。bagan hazeh 在这个花园里面，hazeh 你能看到一个哈，所以就有个 the，说明前面这个干肯定也有个 the，所以bagan hazeh yesh tzemachim，植物。植物，tzemachim，哈，bim，哈，bim，很多很多的，说 mikol haolam，来自全世界的很多很多的植物。May Asia，May Europa，May Africa，May America，Welcome，May Australia。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美洲以及澳洲。Bagan yesh tzemachim。没有哈蒂姆，那么小，说在这个花园里面有，说植物没有哈蒂姆，独一无二的特殊的植物，那么小，举例为止，说，什么哈蒂姆，特霍皮姆，特霍皮姆就是英文的 tropical，热带植物，然后，什么黑，米德巴格，沙漠植物，什么黑，塔布林，香料植物。漆不黑，mayim 水生植物，vod，你会看到后面这几个家伙，这个，他们都是使用了复数形，因为后面是个名词，名词，也就是像一个什么 plants of desert，然后 plants of spice 之类的事儿，但唯独第一个，它使用的是独立形，因为后面的 topin 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的话，修饰的就不需要使用。复数形了，就用独立形就可以了。好，model 下一个。Hi Tim，哈 Topin，测黑 him，哈贝 mayim 和哈贝 og。说这些个树是什么树？哈 Topin，这些热带的树木。说测黑 him，他们需要哈贝很多很多的水。和哈贝以及很多很多的光，org。再来，Timhei ha midbar kimat lo tehehim mayim。而这些植物，什么植物？说哈 midbar，反过来，这些沙漠植物呢？kimat，几乎，almost，或者 nearly，lo 几乎不。需要，测黑 him mayim 几乎不需要水，aval him 测黑 him tempeha tuha gevoha，但是他们需要什么？But 他们需要后面的 tempeha tuha 也打明白啊，就是 temperature，说温度，但是它是个阴性词儿，所以后面的高这个词儿使用了一个阴性版 gevoha，这个词儿我们曾经遇到过，说 gavoa。这方格布哈，这个阴性词儿加了个 adverb，同时把前面这里缩短了。说，b tsimhei hamayim lo tsehehim avada，而这些水生的植物呢，这些水生植物就不需要什么，不需要泥土、土壤，avada，不是阿多玛，阿达玛，avada 是工作了。往外走，bagan 哈。Botany of them, hoc him, the studentim, la botanica 或者 botanica，也就是所谓的植物学。植物学说，在这个花园里面的话，或者这个植物园里面，of them 啊工作，hoc him，这里一共有三类人，先出来两类，一类是研究员，hoc him researchers。
还有什么 student team 嘛，是吧？学生，毕竟是一个大学里面嘛。说 the botanica 把 botany 加了一个 ca 的尾巴，变成它的一个学了，一个名词，所以植物学专业的学生。Her student team the botanica of them the long team began。说这些个植物学学生们，他们工作以及他们学习都在这个花园里面。Him by him began come la kita 也好看。说他们来到这个花园了干，说 come on 就像是什么什么一样，就像来到了 kita 教室和 hoka， yehoka， yehoka 的话是绿色，就像是来到一个绿色的教室一样。Yes, la him, abda, mea yenet, he him, hok him at ha, tsma him ha meyu hadim。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有 yes la。Yes, la him， 他们有一份工作 ，abda， 然后 mea yenet，mea yen 我们知道是阳性版的有趣的，然后这里有 mea yenet 阴性版，说一份有趣的工作，因为 he him 他们 ，hok him 这个词跟这个词长得一模一样，前面这个地方是拿来分词做了，名词来用，所谓的研究员，这里就是研究，因为他们研究 at ha， tsma him ha。没有哈丁嘛，因为他们研究这些特殊的植物。再来，乌梅哈佩西姆，策马黑姆哈达西姆，并且他们还寻找梅哈佩西姆，寻找新的植物哈达西姆。给谁 ？Le haglout ou le ginot baahets， 给农业以及。这个花园 Baahets 在国内的寻找新的植物。再来说 Le Hoklehim U Le Student Team Yes Kashahim Im Hoklehim Ahahim Ba Universitot Ba Hol。说对于谁来说，对于这些研究员以及这些学生们，那 yes 有，也就是他们有。说 kashahim 是联系 connections， 说 im with 跟谁是谁的联系。 hokahim 又来一次了，研究员这个词，研究者。说 ahahim 其他的研究员 ba universitot大学，而且是其他的大学。说 ，before 在海外的，以海外大学里面这些研究员的话，其他研究员有联系。Call him Macabellim informatia hashuva al tsmahim ba。Ahot 说他们所有人 call him 他们所有。再来 Macabellim 这里是接受，然后 information 接收信息，重要信息 hashuva 那重要的信息，然后 al 关于 upon策马黑姆植物在其他的国家，把阿措特，阿措特就是 ahits 那个词的这个阴性的一个，或者说它本身阴性的一个复数版。说阿哈霍特其他的，你也从这地方可以反推过去啊，它是个阴性词，在其他国家的这些信息或者这些植物的重要信息。Model im ha student team the im ha hok himThe botanica of the magam meet not the beam， 也挺好玩的。这里有一类新的人，说跟学生们以及跟
研究员们一道，而且是植物学专业的，他们一道 of them 工作 gum also 也说 meet not vim meet not vim 志愿者也跟他们一块工作。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工作是什么。 him 测黑 him la tête maim la etim ou la pahahim 说他们得给那些个树，而且那些花，后面的 pahahim 是花，下面 etim 是树，给那些树给水。这里边这个词其实是拿碳那个词，但是它有两个 n， 这两个 n 都消失不见了，所以它变成这个不定式的时候有点奇怪。 latet 说他们需要给他们以水，然后呢 leave dog at ha temperature 说 leave dog， 这里是检查 check temperature， 刚才出现过一次 temperature 检查温度。Lena coat at 哈干 ，Lena coat 清洁 ，na coat 动词不定式，要清洁这个花园，并且还有 ，ou le hasbih le mafkahim ou le ohhei 哈干 al ha tsumahim 哈干，并且他们还得要干嘛？说 the 或者 the 解释。其实这个词的话 hasbih 这个词其实就是我们那个 sfahim sefah misbah 这些词同一个词根的东西，这里是作为解释，要解释给这些、客人们，以及呢 the ohhei 说参观者 hagan 这个公园的参观者关于什么什么什么 upon 关于 ha Tsumahim 植物巴干，关于这个公园里植物的这些东西。最后一段说 Harbe Anashim Mevkahim 巴干 Kolyom， 那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来参观说这个公园 Kolyom， 用了一个没有带哈的单数版，所以就是每一天都来。然后 Kvotot Shell他的 medium 每 bate sefer behol ha ahit 还有什么人 kvotot kvotot 其实这个词跟我们的那个 kibbutz 那词是同一个词根，有聚集的意思，这里是一群一群的 groups。 说 shell 他的 medium 学生每 mi bate来自于 Batei Sefer， 来自于学校的，来自于学校的这些一群一群的学生们。然后Behol 来自全国 Ha Ahetz， 小心这地方 Ahetz 在 Ha 的后面需要变一个音啊， A 会变成一个 A， 把这个 Ha Ahetz 来自于全国的这些一群一群的学校学生。然后他也 Him Mei Ha Ahetz U Mei Hol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游客 ，vagam mishpachot im yadim， 还有什么 ？vagam and also mishpachot 家庭 im yadim 有孩子们的家庭。好的，这一部分就录到这么多，我们下一趴再见。